国际扶轮三四六一地区是中部最大的民间社团之一。2018年3月25号，三四六一地区召开年会时，总统蔡英文、台中市长林佳龙都亲自到场参加支持，可见国际扶轮三四六一对社会的贡献跟付出深受大家的肯定。2018年7月1号上午，在台中工业区民通制药公司广场举办国际扶轮三四六一地区2018-19年度的总监交接典礼监察会，新任总监是台中民通制药董事长张光雄。张光雄总监上台致辞后，还跟总监夫人一起合唱了一首动人的歌曲。在这场总监交接典礼，有许多海内外的贵宾跟社友参加，同样是扶轮社社员的台中市长林佳龙也亲自出席这场盛会。林佳龙市长一上台就先致辞肯定国际扶轮的贡献，也夸赞扶轮社人才济济又热心公益，希望大家也能响应市政府投入支持2018台中花博的各项工作，让2018台中花博发光发亮。所有台湾的这个特色要在一个博览会里面去呈现，甚至包括我们的智慧机械，我们的这个志工的精神，我们各种文化艺术的呈现的方式，真的会让大家惊艳，我自己越看越喜欢。好，那再次还是要回到恭喜我们民通跟夫人，你们的热忱的服务，带给我们扶轮家庭更美好大家的一个体验，也再次的感谢大家的出席也祝福扶轮我们各个社务昌隆，谢谢大家。随后，台中市长林佳龙陪同张光雄一起上台，举行总监办事处的揭牌仪式，代表国际扶轮三四六一地区2018-19年度的所有工作项目正式启动。张光雄也在致辞中表示，能够担任总监的职务，除了要感谢他的父母亲，也要感谢所有扶轮社友对他的支持。未来扶轮三四六一地区将结合运动、艺文跟公益，形成一股正面能量。要做总干哦，都是以身作则啊！我有个，虽然啊，唱歌唱啊无好听，但是我足认真去学的吼，学几啊个月吼。跳舞嘛有吼，各位吼，总共公车访问的是大家吼拭目以待。那么三分钟的出场吼，阮练几摆啊，你知影无？不是我啦，阮的团队练几摆啊，我阁请老师改一改。招长隆美院的也是去。不是跳舞，那是叫做跳舞，那是叫做讲把这团队插好结起来。我感觉讲，总干吼是嘛是人啊，总干嘛是人啊。总是吼，我虽然成绩爱学快活吼，但滴滴这样，但是吼，我对你后壁就好啊吼。各位啊，做 PTT 神拜吼，我当然吼爱尽量滴滴叫安尼吼，我对你后壁就好啊。只要伊呐吼，2017-18增加七个声，咱就增加七个声，对无？因为国际扶轮三四六一地区总监张光雄担任民通制药董事长，在海内外都有相当高的知名度，而且张光雄做人十分成功，平常就政通人和，广结善缘，也是台中一中的毕业校友，所以现任台中一中校长陈木柱、台中市一中校友会长郑伟达、一中校友总会秘书长施正兴也都出席表示支持，连三四六一地区下个年度的总监当选人谢东龙也亲自到场祝贺肯定。我想三四六一地区的各位总监都有一个很好的服务计划，也都是有延续性的包括我们做的服务扶轮之子，还有包括赞助弱势团体等等，我想这些计划都延续下去，
啊，我相信明通总监他也一定会做得非常好。那我也是在学习，我希望也能够跟随我们陈总监的脚步呢，好好学习来服务社会。我们这个张光雄董事长他热心公益，而且非常积极的参与我们的校友会啊，跟学校基金会的活动，可以讲说既出钱又出力啊，又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。那很高兴明通能够升任这个福伦的总监。那我今天是以双重的身份，一个是台中市一中校会理事长，啊，第二是我是台中福伦社的 Doctor， 一起来恭贺。总监张光雄也强调，国际福伦三四六一地区计划在2018-19年度要凝聚福伦社友的力量，举办许多公益慈善活动，包括反毒宣导、公益路跑、自行车环岛、海内外义诊、关怀弱势团体跟各种艺文表演等多元化活动，带领大家共同打造幸福快乐、安全富足的和谐社会。记者陈文旭、杨静，台中报道。